有着悠久历史的台南，在深厚文化底蕴下，就连神明都有它独特的特色。反正福德正神上界特殊的就是讲吼，这三尊吼，人所讲的就是天地人三界。普遍印象中，只有在丧事才会有的狗抓厝，也能变成精致的艺术品供人收藏。这尊就是咱做雕工名物在爱徛好。这晚间八点，南部开讲在地旅行，一起到台南水行啊，听神明的故事。